过年必备招财元宝。年必备招财元宝，今天是年菜特辑的第三集，招财元宝第三集的年菜，剩下最后一集，大家期待一下什么吧。我这次酱料就是酱油加一点香菜，还有一点香油，麻油的香油，香油，一点香油，然后跟辣椒片，过年吃元宝。
香菇炒过之后真的，那个酱香，然后高丽菜还是脆的。我虽然用了半颗高丽菜，但是其实出水之后挤干之后出来没有剩多少。那你这真的包的很大颗。对，我包的真的是不小颗啊，因为我包之前我会把那个水饺皮稍微拉一下，这样可以包比较多啦，也比较好包。老实说，皮薄馅多，对，滋味好。所以为什么煮出来那个会这样，有点这样透透的，很像有点像水晶饺了。我的香菇是南投埔里的干香菇，老板跟我说的。但是他的香菇真的蛮香的，很香，对，真的很香。我们连泡水哦，整间的正一桶都是香菇味。其实真的可以不用单酱。老实说，沾了这个酱油又，我觉得多了一个味道，多一个层次的味道。这个剥皮辣椒会有点辣辣的，如果不敢吃辣的，其实你可以换成四季豆。四季豆皮要把它切丁，然后炒过。我们也没有试过啦，如果有人试四季豆的话，记得告诉我们一下。因为它这样还是会有点微辣微辣的。如果怕吃辣的话，就买那个不会辣的剥皮辣椒。有吗？没有，它是辣椒。我觉得要注意的应该就是高丽菜一定要把水拉挤出来。对，就是水分就都一定要挤出来。挤干。香菇炒过，胡萝卜炒软，冬粉。尽量把它切细一点，不然它如果很长的话，你包的话会不好包，它会一直岔出来。元宝的包法其实比一般水饺还来的简单，老实说，你就是把它对半封口，然后折进来就结束了，对啊，然后就记得沾一点水压紧就好。粉丝们会不会买？陆府餐馆开卖喽！等一下你这样人家会期待。没有，我们就是分享素食料理给大家。没有，就是推广大家自己动手做。对，大家自己动手做。没错。然后我要冷冻水饺，麻烦宅配，下面有电话号码，请拨。我控八控控控。有人家里会玩过吗？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大家全家一起包饺子的时候，然后会把硬币，就是洗一块的一块钱的硬币洗干净，然后包到水饺里面，然后吃到的人就可以去跟长辈讨红包。我们家之前有玩过这个，然后之后就不是包硬币，之后是包那个花生。比较干净，对，比较干净，就是包花生，但是很容易就是跟着料一起吃下去。我到底有没有吃到？你就让一个人在反刍。好啦，那今天的招财元宝就是吃到这边啦，就祝大家多吃元宝，多发财。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、按赞哦！我们会持续的分享更多的素食料理 DIY。我是披萨亚米的露比，下次见啦，拜拜！下次年菜特辑压轴最后一支，压轴是什么呢？大家敬请期待。